十分访谈，今天谈果中之王榴莲。我也设身处地的为所有爱榴莲的人想了一下。谢谢你。你们买了榴莲要带回家，但是呢没有办法上公共交通工具，这个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是，但是以后就可能不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了，因为本地的科学家呢已经研究出了决定榴莲味道的基因，而且呢据说未来有可能透过这个基因改造可以培植出低糖的榴莲。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问问研究榴莲基因的两位科学家。马上欢迎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副院长郑明展教授。郑教授您好。你好。以及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高级研究助理黄全阳先生。黄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郑教授，这个癌症中心怎么会去开始去研究有关于榴莲的基因呢？其实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是跟癌症中心没有关系的，因为参与这项工作的科研者这个团队呢都是热爱榴莲者。每年榴莲季节我们都会组队到附近的榴莲摊买榴莲啊，吃榴莲啊，然后就会一边吃一边闲谈。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好奇说世界上有没有人已经破解了这个榴莲的基因谱，后来我们发现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我们也遇到了热爱榴莲的人士答应结朗捐款给我们做这项工作。然后另外呢是有当时有很先进的这个测序的技术品刚刚问世，然后我们很想建立这些平台，而且这新的技术呢刚好也可以用在植物的基因谱的探讨工作。那我们知道植物的基因谱比人类的基因谱更复杂，因为有很多重复性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呢就全部凑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很幸运的三年过后成功的完成了第一个全榴莲基因组的这个图谱我们当然也感到很光荣，能够跟果中之王扯上这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也是世界的第一次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发现。那在这个族谱当中请为大家找到了关于这个榴莲气味哪里来，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理解它的根源呢？那就是榴莲这个特别的气味是来自因为它的气味里面有含有这个硫磺的，包括这个硫磺的化合物，所以它这个化合物华语简称为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 或者 VSC。 那这个 VSC 是由一组基因叫做 MGL 所产生出来的吧，所以普通的植物就是有两份吧这个 MGL， 可是榴莲就是很特别有四份这个基因，那你可见得说这个四份的味道就比较浓厚一点，特别浓厚，所以散发给就是说连比较就是说大型的动物，包括人大象跟猩猩也是来享用它的成熟的果了，就是散发的味道是为了要吸引动物来食用它。对，就是在进化方面，就是它是为了各位播种，对。那对于有些人，可能就是要让它避免帮不上忙。对对，帮不上忙就是这样。那除了味道之外，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发现？就是知道说榴莲是很复杂了，它自己本身就是我们发现到榴莲原来是有46000个基因，超过这个46000个基因，那人类只是有23000个基因，那你可见得它的基因分量会比人类多的一倍吧。那这个简单的榴莲树跟它的榴莲果就有这么复杂，所以还有知道就是说近靠近有这些进化，就是榴莲的基因的进化，几万年的进化。原来榴莲跟可可都就是用来制造朱古力的，还有它的棉花原来是远亲所以你所吃到的原来你的可可吧，朱古力。居然是榴莲的远亲。对，是远亲，他们有血缘关系。但是像这样子的发现真的在接下来可能将来其他方面的研究方面可以再做出什么样的应用呢？首先我们的成果已经发表在这个自然遗传学杂志里，那我们的数据和这些信息都已经放在 public domain， 所以任何人比如说榴莲的种植者，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探讨利用我们已经所弄出来的这些讯息这些基因谱
这所以在农业方面呢，肯定也会有一些贡献。是。另外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成果呢，能够启发各界对于这个植物多样性，我们叫 biodiversity 的兴趣和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是处于这个植物多样性或者 biodiversity 的重点区域，因为我们邻国有比如说婆罗洲啊、苏门答腊、马来西亚都很多天然的树林，所以这种在这方面的工作和这种兴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带动它，我们就通过我们这榴莲的成果。是，那说到吃榴莲，很多的可能年长人士啊，他们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可能会担心说糖分很高，吃多了可能对身体不好，所以以后有可能就是种植出来就是低糖分的榴莲吗？是，其实我们通过这项工作也找到一些导致高糖分的基因。那根据我们的这基因谱呢，我们可以敲掉这些基因，然后就可以生产出一些较健康的榴莲，对低糖的榴莲。基因谱的意思是你可以从里面直接选择东西，然后把它剔除出来，然后再继续种植吗？这个基因谱就好像46000个基因，有些基因是负责这个臭味的，有些基因是负责糖分的，有些是基因是负责其他的榴莲的特征的。那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些基因的功能，把它敲掉或者提升都可以。这样子我觉得我要为就是爱吃榴莲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就是以后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榴莲是季节性的嘛，有可能就是以后全年都可以吃得到榴莲。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它的环境，它的土质啊，还有这些天气啊，这类的东西。但是这个听起来，因为如果是通过不同的基因组合的话，这算是基因改造吗？其实现在目前的榴莲种植者都已经在从事一些天然的交配啊、转基因的工作，是，然后是利用天然的交配方法。但是现在当然有更先进的技术，可以把这些基因敲掉或者提升，也算是改基因的一个过程。对。可是大家好奇的是，因为可能一些原有的感官哦，关于基因改造的事，一般上会觉得说，会不会伤身？对，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个改基因的食物都有一些接触。因为呢，比如说那些黄豆啊、玉米有相关的食物，我们的进口的，都很多都是基因改良的。是。但是我们的这个 AVA 的这个农业食品兽医局都有很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其实，在他们的网页的，他们都有刊载一系列的跟改基因有关的植物。所以想必两位就是非常爱吃榴莲的吧，才会想要参加这样子一个实验。对吗？对。那这次的这个研究会有选择特别哪些榴莲的品种吗？有，就是味道最浓、最香、最好的东南亚的果中之王猫山王吧，从那边下手，那个是觉得是最好的。所以从这个猫山王身上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就是甜度很高，他的这个苦度也是够浓的，还有他的肉质就是很软，本地人就是很喜欢这样。原来才知道说他的以他的这个 DNA 的成分来相比之下呢，他是跟我们的就是比较早的品种叫做 D24 或者苏丹榴莲，原来是它的味道这些是很浓度是相比多了几倍的，所以可能本地人会这样喜欢，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猫山王的味道。要能够有这些发现，想必两位还有很多的团队朋友应该都亲身到了很多的果园里面去研究。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这个真的有点辛苦啊，就是说为了想采一些未成熟的水果榴莲果，还有它的叶子根茎来提它的 DNA 这些东西，曾去了邻国一些榴莲园吧，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被他们赶得出来，因为就是说你不好去采这些未成熟的果啦叶子根茎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说这些东西比较迷信，说你采了我会导致我的果树死掉嘛，所以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多靠，因为郑教授他有一位朋友，原来是有自己一个榴莲园，那个时候才是可以尽量的采，尽量就把这些未成熟的果仁带来完成这项工程。是，这毕竟是世界的首次，看到有这样子的研究报告。对，相信是集结了很多朋友的力量，而且将来需要试吃园的话，我想愿意帮忙的人也非常的多。就把我名字放在里面就好了。非常感谢郑教授还有黄先生，谢谢两位，谢谢。郑教授的团队呢，花了3年半的时间研究猫山王，对选购猫山王呢，一定有很多的心得啊。是，你也可以到诗城有约的面部网页来看看他们的这些发现。稍后的生活小学堂带你认识呢，家具装潢常用的材料玻璃。玻璃有哪些不同种类呢？家居装潢普遍使用的钢化玻璃又有什么特征呢？而钢化玻璃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自发性爆裂？稍后的生活小学堂一起来了解。